好，那么继续看到凤林镇的武圣宫29号举行了五显大帝的除疫法会，那么包括了花莲县的议会议长张俊，以及凤林镇长萧文龙，代表会的主席林建平，以及民政处的副处长李威，中区办公室的主任赖景昌，那么在主祭官带领之下呢，为五显大帝庆圣诞，并且祈求境内平安五谷丰收。武圣宫是凤林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10月29号举办五显大帝除疫法会，包括县议员议长张俊、凤林镇长萧文龙、代表会主席林建平、民政处副处长李威、中区办公室主任赖景昌，在主祭官带领之下祈求境内平安以及除疫五谷丰收。镇长萧文龙率领众罗汉先信大德团拜灯。今天是我们武圣宫五显大帝要求说要为镇民做一个除疫的这个祈愿法会，因为今年的疫情算是这个世界上的疫情算很严重，我们当然算很平安，说为了保佑这个镇民这个身体健康做一个祈愿法会，今天是第三天的法会他说武圣宫五显大帝的这个圣诞千秋了今天就邀请我们花莲县政府县议会议长镇长这个长官他们来参加祝寿团拜。祈愿法会进行到了第三天，也是五显大帝的圣诞千秋，邀请各级民意代表绅士祝寿团拜，希望能够在法会中祈求花莲县尽平安，让民众能够免于疫情之中，大家也能够身体健康。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